没啥味儿，这么香。啊？你不是天天吵着你妈不给你肉吃吗？炖肉。你们今天下午干活呀？啊？今天下午干活呀？今下午。啊。下午。你不干活炖什么肉啊？你昨天不干活了。我以为你今天下午有啥活呢。我不在给你炖肉吗？啊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你这买的啥呀？这都是。集上的人也多，看啥都想买，买了一大堆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毛蛋。还好这个。我说不买它，你妈非得说尝尝好吃不好吃，那么多人买呢，买了六个。你买那玩意儿干啥呀？那个芝麻酱。吃啊！我跟你姑父俩一个月一罐，一个月一罐。我姑父呢？这溜达玩去了。大老大，你大姑的嘴好使。Hello， 来尝尝。哎呀，我是你的品尝官呗。嗯。我得尝一口。可以啊。哎，怎么这回拌的不跟上回的味儿不一样呢？咋不一样呢？这会儿好吃，好不好吃？比上次也好吃啊。比上次好吃。啊。真的假的？你尝尝。上次是我拌的吧？不知道。你妈自己暴露自己好像上次是我拌的，上次是你妈拌的，不好吃，你拿了那个没煮还硬了，泡的。对啊，这个得煮。一会儿开饭了，阳台你还干呢？我还刚才说跟杨凤说，我说上月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哎，我俩上街忘了，就让你给炖上锅里就好了。哎妈呀，都回来的干啥事？我想起来，哎呦，我说怎么不让换，就炖上呢？炖啥呀？鸡呀、啊。哦，这炖了吗？炖。说那话能不炖吗？我瘦了。你叫30斤，这是还有多？我上回称是192，现在是189。189。嗯。那你有成绩。再减29斤，达160就行。嗯。差不多，160就可以了。嗯，167吧。哎，这有没有肉？嗯，有。啊？有，嗯，就是你中午整点这玩意儿，我也不就吃了吗？你说你天天中午整给我整那老些菜，你说。回家吃去。该。别说啥，真减肥的。你把冰箱里那玩意儿给我拿走。嗯，我拿走。儿子，你给我说好，明天改姓。嗯呢，一天到晚的。这天家咋还有理呢？我不给你干活吗？昨天不帮你搓了好几锹吗？嗯呢，连顿饭呢。给饭吃还嫌好吃。上人家，你是谁上人家干活？你说人家给你干活，你说你给整了那老些素菜，一点肉腥都没有。不吃，能不能吃这个？毛蛋。不好吃，我刚尝了。那么老多人在那。我刚尝了一个。哎呀，看他没吃。鸡。我儿子丢人的事，我真不知道。谁丢人？谁丢人？你卖家你买少了。他都帮我在人家吃饭，还给我买点儿不错啊，还买啥？就是刚才撵着人儿。嗯。真有意思。哎，你快啃苞米，还咱自己家苞米好吃。土豆。这土豆还行啊，我发现这土豆挺甜的。苞米可好吃了，什么你想自己家苞米，自己家苞米好吃。我觉得这土豆甜。嗯，甜，老土豆。不像咱那个什么。你奶奶的土豆籽儿可能都在那个窖子里冻了，就是跟大姑俩看着土豆挺好的，完了买两个回来尝尝。还行，漂亮啊，嗯，这面。